进行咱约束的代志，你一定要做到到。这段期间，我会暂时离开，静心等待，只要你替我交完修补，我就会回来到你的身躯边。如玉，如玉，你等我。十天之内，我一定会尽力也保命，为了世界后生报仇。大爷，拜托一下，你做一下好心的，紧让我抱一下啦。啊，比较好，乖啊。大爷，我真的足思念这个囡仔，为着这个囡仔，我食拢食袂落，啊，困嘛拢困袂好，拜托一下啦。就害抱一下嘛，不要紧。只要你愈唔甘这个囡仔，我就愈会使控制。大爷，我甲你跪好无？我求你啦，囡仔我抱一下。我就睡着了啦。好了好了，真啰嗦。坐下大姨，坐下大姨。哎，乖乖乖乖乖。啊好。哎，你来看，这囡仔做过专业点无？好啦，我来陪阿囝。妈，我来出来，囡仔在喊吗？啊，是是，大姨做这个无用。没事。弯道门口，是大人。有看到什么人为弯道出去无？有啦，看一个人影吼，为恁家门口到，脚手足好，手一个无去，我看袂清楚。真假是的？是真的，小唔敢骗大人。你是要安怎啊？你手是摕啥？哦，大人，啊你拄只走了较紧，我爸母给你禀报，前来啊手走阮囝时阵，老前辈讲要予你啦。什么？三不一咯，你当初甲林正成拢袂为干，害阮钱甲家破人亡，这个冤仇若无报，我就唔是人啊。三天以后，新时
在阮阿爸暴露山崁的所在，我要甲你一锅洗死。你若唔来，我就先替林正贤囡仔来背命。钱来呀！